啥也不用想，啥也不用干，等着被嘎就完了，等着被刀就完了。快跑！这里必有一块。叔叔不是好人。叔叔感觉不是好人。我也走。啊、红红不太对劲儿啊！红红不太对劲儿，红红不太对劲儿啊！我带你。啊！哎哎哎！等一下，好东西，等一下，我拍的。嗯，我上来就是本来我是看着猪猪跟猴哥不对，猪猪往武器库走，猴哥跟着去，但他们又拐回来娱乐室，那就不聊。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听见朱大强跟波少说：“我带你去看个好东西。”你能带他看什么好东西？我一刀给朱大强嘎了，我自己拍的景。朱大强，我觉得也是个坏走的啊，过了。OK， 那个先啊，我跟你说一下，因为一开局的时候我想试一试你身份，所以我说了一句有，然后结果你就说话就是感觉贼正义，然后我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，所以我只说了一个有，然后先就跑到人群里面说我是秃鹫，但我不是啊，我不是，嗯，就布布改名叫猴猴猴吧，这有啥可说的？大强都轮不到猴哥动手了，我本来要做那个保安室的那个监控，开那个监控的，这个太磨叽了，所以就没好，然后拍起来过。西恩应该不是什么好人，他当着我的面吃的一个不知道谁，然后就往上跑了，然后就报警了，在那个饭堂左下角啊，别的没有了。他不是什么好人呐、啊，兄弟们，盘不出来，可以盘一盘西恩，我觉得他应该比核桃还好盘。过，不，西恩不急啊，耗着铁狼，我首先钻井盖了，然后耗着又钻井盖了，他能是什么好人？我直接跟他一换一，我直接点耗着啊，全票打飞耗着，他在那个娱乐室最后钻井盖钻出来了，我是工程师，我直接跟他一换一。我全票打飞这个耗子，铁狼绝对的铁狼，然后西恩是鹈鹕，我们先出狼后出鹈鹕，不急过。牛的，那就先出耗子，好吧？我先也要听耗子怎么说，好吧？我也要听耗子怎么说，以及后面的几位发言啊，过。OK。是这样的，朱大侠跟我贴在一起，他说不如我给你看个好东西，然后不涉及到落把他刀了，就不这个刀我是能认的，听一下耗子怎么说吧。耗子发言，这个猴哥，我说实话我都没看到他，我在娱乐室井盖上站着，当时有一个人钻井盖进去了，我不知道是谁，他说我钻井盖了，我没有，我站在那儿的，相信很多人都看到我在娱乐室的。猴哥，你冤枉了人，你看错人了，我在娱乐室搁那站着呢。不可能，你钻井盖了。我哪儿钻井盖了？过。我没开麦呀，钻井盖了。你绝对钻井盖了。我在想一个问题啊，你们想着。朱大强上来说：“哎，波少，我去给你看个东西。我感觉朱大强不会杀波少，我是这么感觉。但是朱大强为坏的话，朱大强死得好。不，我有刀，他也死了。我信你，过。”西恩发言：“太医啊，虽然我吃了你，但是我为了防止你是刺客狼第三把又打洞载入史册，所以我把你吃了，提前帮你断了你的黑料。”懂了吧？我为鹈鹕，你们后面归票吧。但是如果归我，三郎在场，我一鹈鹕，你还要归我，你能是什么好人？过。那我觉得川耗子、猴哥都看到耗子钻井盖了，那就川耗子呗。过。OK， 全票打飞耗子啊！过。哈哈哈哈！我的妈！猪猪公主静音是不是变音是我变的？我以后还用变音，结果我按变音按到了空钻井盖。可以啊！我裂开。
快多唱两句。片音按井盖。别理我了，妹妹。冰镜和井盖没有的。那太老了。那谁是狼呀？那谁是狼？波少不是吧？朱大强拉着那个主线，不不，你想想，朱大强拉着到走，不走外吧？拉铃。为什么朱大强铁坏？你铁好吗？他要带你去看东西，他能带你看什么？这么不开任务，还真是。哎，我拉的铃，哇，黑色的小拳头，我以为是谁呢？那这轮出吸烟吧，没有任何的问题了，对吧？过。哎，但是啊。那个刺客狼应该是嘎了，不是太医就是朱大强，要不肯定狙我，这还能不狙吗？对吗？所以肯定100%是嘎了。报身份吧，过。欧德 K 轰轰发言，首先我要点一个人，叔叔很奇怪，开局在剑桥，我跟他聊聊身份，然后他一直不说，就一直不说，然后。我问他，他就直接往后退，一直往角落里面站。我后面我走了，我到饭堂了，他好像还没来。他有可能在那个剑桥里面做任务，好吧？然后先解了定题壶嘛。然后以至于为什么我发言发到这儿，我上厕所挂个票走。说实话，我感觉 hold 不住好。他一边说觉得苏苏奇怪不给他报身份，又说他在里面在做任务。有点矛盾论的那个意思了，好吧，我那拉铃用了先出鹈鹕吧，不然狼不多了，耗子狼走的，那你就说猴哥道线不被拆，刺客狼也没了嘛，对不对？先出鹈鹕吧，他狼动刀就那个结束了，好过。我二星太一啊。你不会是那个刺客吧？真是啊，真是啊，太野了。谁呀？我感觉轰轰也不做好啊。你就说同桌轰轰哥，福发寺、护花寺、饭堂、食堂。你是不是练字？谁？我不是呀。那你是什么？胡哥这么大反应，你是练字吗？你怎么那么麻烦？你不工程师吗？我工程师。我是加拿。我是加拿大鹅，我来了。好，加拿大鹅，我上厕所。嗯，十八。哎，猴哥呢？你是工程。这儿呢？穿我衣服，猴哥。穿谁衣服？你觉得谁是坏人？把衣服。王阿奇是工程师。哎，那不对呀、啊，哎。喂。是我报的警啊。喂，我验了一下，同桌他是个加拿大。烂完了，上来就又死个队友，结果这个队友他又是刺客。然后我作为一个连环杀手，我要杀的目标是西恩。当我想要杀他的时候，我钻了井盖，结果我的耗子队友以为我在发什么癫，他就跟着我跳了井盖，被看到了。我没有被看到，他被看到了，我又害死了一个。完事儿，我追着西恩要去嘎他，结果西恩当我面吃了一个人。你说我抛是不抛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过了，玩的真花呀！俩狼上来都钻井盖呗。我还寻王拉奇是好人呢，我上来我看王拉奇钻了井盖，耗子搁钻井盖，我一想啊，这应该是有个工程师，有个狼。我听一下王拉奇发言，他发言不好，我就抖。他发现他把鹈鹕点出来了，那我寻思，那我投号啊，俩头狼啊，这时间不对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发现队友里有朱大强，他拖场地了，我不知道死掉多长时间呢？你没发现时间不对吗？我没计时啊，牛的。大强老没了，他玩老老子，啥也没干，三郎自杀了，是不是？老七，我想变李英的，结果我忘了，我变了猪猪的音，我忘了，然后我按变音按到空格了，按到那个叫啥？啥也没干，三匹狼自杀。太喜人了！我想变拉奇音的，拉奇在我脸上钻井盖了。派对狼他能钻井盖啊？
来，为什么我的目标是你这个时钟好难组装，组一组一天组不明白。你好笨，速开，下次你拿来我帮你组。这个指针怎么组啊？真不会。猴哥，干杯！我的还没有收到。干杯！朱大强要等会儿，我上去嘎了呀！太坏了！我来个什么皮肤？哦，是舰长礼物的吗？嗯。对呀、啊，有没有说明书啊？这大大小小这么多圈。我收到了。哟，我来了。啊，我还没来个。那个时钟好可爱，就是可惜我不会组。有点难，来个这个，有点难，真的太复杂了。秀才呀、啊，秀才没有，我没有那个皮肤啊，没买。哎，教他们，教，又教这么多人过来，肯定有坏。啊？是耗子还是走了我？我怎么办？你来回走什么？海爷，猴哥。好吧，清清爽爽，猴哥要来刀我，他直接应该是刀歪来。猴哥他绝对是刀歪来，对吧？猴哥他应该是刀歪了，想刀我把不给刀了是吧？哼，全票打飞这个猴哥啊！他在我脸上刀人，我直接一手儿报警。过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再补充一句，他现在绝对被我抓到，他哑口无言。等一下他发言，他肯定什么都不敢说。过。我没看清，我就在门口，但是苏苏小蓝狗一个人往下跑了，他有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啊，我觉得还有点怪。头猪猪，猪猪以为我是秃鹫，我不是，我学了一声轰轰，我给他噗噗噗噗噗噗、啊、然后猪猪说谁呀谁呀，然后反正他的谁呀谁呀，哦，耗子是吧？哎，坏了！三个和猪猪三个人下来过后，他转手把轰轰刀了，然后往上走。我要拍拍姐，我不是秃鹫，头猪猪，猪猪以为我是秃鹫，他是狼，头猪猪。我相信拉奇应该相信我的，头的猪猪过。他头猪猪吗？还是在你发言的时候点票啊？那听一下猪猪怎么聊。这边我只能保波少，那猴哥开的那一刀，猴哥你聊一下。那恩姐聊什么？啊，过。啊、哦，确实是在我想往外这位单走，然后最开始波少跟了我一下，我以为他是坏坏，然后我就说你别跟我别跟我，然后我走到储物间的时候遇到了铜珠，我又掉头跑，其他的没有了，我就碰到过他们俩，我是从饭堂里面出来的，过。OK， 猪猪光的发言，首先我不知道那个真的秃鹫在不在场，我是这个游戏最爱护秃鹫的人，这个耗子假装秃鹫骗取我的信任，我喂到了红红喂他吃。然后他居然是好人，你投我出不去，我有对象，弃票，对象弃票过。投猪猪过。还有好人刀的话，无责刀直接刀苏苏，苏苏是应该是链子。哎，别刀刀，别刀对象，我对象苏苏哦。警长都没了，猴哥不是动刀了吗？苏苏，这怎么嘎嘎啾啾倒好？如果有，没有猴子干大事。我跑了，我要去，我跑了，我勒个去！这怎么这么聪明啊？哎呀，猴哥，猴哥，我走。哎呀，四零九零，很难受。这能搭档？我在玩呢。哎呀，我网的床真的有点差，很难受。给他放逐了，有没有狼啊？有没有狼死了？快，耗子在储物间给他放逐了，给他货仓了，有没有狼死了？哎，好哎，牛逼！哎，牛逼牛逼！吃饱了，还好，饲养两口不错。不是我打这个不是为了我是秃鹫，我打这个我不是秃鹫，我真不是为了秃鹫，我真不是为了秃鹫。怎么了？现在谁 B box
是，我就觉得他是秃鹫，你知道不？不是，这我打逼蚊子就是为了玩，结果这你们以为我是秃鹫，我都是懵了。现在秃鹫都钓鱼执法的。谁？哎呀，我打这个就是为了玩。嗯哼，红红秃鹫，红红秃鹫，红红秃鹫啊！完了完了！啊！我操，死完了！我是看到十八线跟步步步先双倒了，然后。太医倒了，然后是猪猪公主跟谁倒了？太医倒了啊！不不不，是白天。然后是猪猪公主跟耗子倒了，死了五个。还有一个外置位倒的。我他妈场上没好人了，就我一个好人了，说是。那不一定啊、哦，不一定。不对，哦，是这样，我是看到十八队跟。太医同时倒了，应该是俩狼动刀了，然后，我盘不出来了。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狼动刀杀了一个太医，然后十八岁可能是链子，然后步步被这个复仇刀了，然后警长刀复仇，然后双倒了。我觉得是这个逻辑，这个是证据链就完整了。哇，那就是说场上至少还有两狼一提虎，没问题吧？有问题。收，外置位苏苏小蓝狗不知道是哪了。西恩发言，轰轰是，秃鹫，直接说了吧，应该死了这么多人，应该有狼死了。我跟轰轰一起来到饭堂，王拉奇不动刀，王拉奇是在饭堂里面站着，那就王菠萝报警位为铁好的情况下。只有朱大强、猴哥和铜珠了，好吧，过，过，王拉奇，可以归个票，过。我给你们变个魔术。哎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！你在干什么？我以为狼把七壶吃了。你干干了。坏人都没了。太医，你干嘛？太医，你当狼，要不是刀我秃鹫，要不然刀我鹈鹕，你想干嘛？太医，不是我猪猪看着朱大强，我以为猪猪是秃鹫，我把你刀了给猪猪吃呢。然后他我看着朱大强就怕他刀布布，我说布布凉不凉？那结果朱大强都走了。谁刀你了？你在复仇？你拆碎了这对亡命鸳鸯。朱大强，朱大强啊！不不不，和耗子好不容易拿链子，真的。我没有。我是柚子儿。猴哥 ，OK， 我加拿大，我走了。好、哦。我是柚子儿。波少，给身份。波少，我是柚子儿。我们俩铁好，我恋人，我恋人，我恋人。好，进去是谁？你给我大喊。对，好好好，你进去，你大喊。开关，开关，朱大强不敢来了。没有，没有。小虚乎乎，好好好。小虚乎乎，哦，哎哎，哦哦哦哦，苏苏小狼狗，有隐身狼哦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要么是隐身狼，要么就是链儿倒的。哦，波少跟那个轰轰他俩是链子，然后有个人把那个波少还是轰轰里边兜了。步步好像是看见了，他看的好像是苏苏，他在最后报警之前我听着了，那就是苏苏，对吧？步步这轮可以归个票，我是柚子儿。铜珠跟朱大强他俩是怎么死的呢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但是波少跟轰轰一定是练的，上来就给我报了啊，过。对对对，猴哥肉汁我填饱他，好吧。后面我跟恩姐在储物间付的活，然后到了娱乐室之后，我就。看到那么多人我就出来了，我刚出饭堂绑就报警了啊，过。太医怎么不了我？太医当时我直接还原现场，太医直接到那个储物间的时候，他回头恩姐站在哪儿，他回头问了一声 A 姐你有没有刀，
当时我正好碰到他俩，然后他俩呢，然后我说哦，你上来这么问的，你想干嘛？然后我当时我就说太医不是个好人，然后太医就在那个娱乐室里面转，然后我觉得娱乐室太危险了，然后我就直接往上走，上走到去了武器房，刚好又碰到了 N 姐，她在武器房从下面往上走，嗯。但是如果你们没有看到他们俩动刀的话，那我不判，好吧，过，这是我的所有行进路程。耗子这发言挺好啊，然后饭堂有人动刀了，我想听他怎么聊。多了就没有，我在饭堂拍零那边，然后拉奇先是站旁边，但拉奇绕了一圈，我有点怕，躲了他一下。啊，最后面，但是我还是在饭堂拉零那里。我看到了现场，我想报警就报警来了。哎，我还没报到嘛，那想听一下当事人怎么说啊？过。我秃鹫，我挂太医了，因为我上去我追着太医的，怎么突然下了个耗子？我都蒙圈了。太医里人呢、啊？你他妈隐身进去掏人了、啊？操！过。嗯，我是记得朱大强，我跟朱大强跟猪猪一块复活在那个池塘淋浴间。我们走到娱乐室之后。朱大强是没敢进娱乐室，他往娱乐室上面走廊去了，然后当时跟在他屁股后面的我只知道不是太医就是耗子。如果说太医是那个隐身狼，耗子应该也不能是耗，因为太医这个时间点应该到不了两个。然后呢，我当时是在那个报警的时候，我是在娱乐室右边的那个桌子的右上角，我是看见轰轰在那个台球桌那直接爆开了，他旁边没有任何人，要不就是隐身狼，要不就是链子，其他的没有了。先出太医过。猪猪公主发言，我怎么看苏苏动刀了，刀的轰轰啊！但是一开始是这样的，我苏苏朱大强我们三个人出生在一起，然后那个时候朱大强就就是他不在那边哼了一下嘛，然后说朱大强不像个好人，然后当时苏苏说那要不我直接把他刀了吧，然后那么意思是苏苏可能是无责刀对吧，然后但是呢他刚才把轰轰刀了，哎，那就没办法了，那就他不知了，那他应该是好歹，我还以为他是狼呢。过。嗯，那这猪猪到底是在爬还是在递身份？哎呀，但是我刚刚我不是看见苏苏刀人，我是看见那到底是我们要不西恩每次都是正义秃鹫，而且他点票了，我们要不要信一手秃鹫啊？那王拉奇，你回。会太医啊，过了。好、哦，王拉奇发言。也知道轰轰爆开的时候，我在旁边。猴哥是一张冲过去报警的牌，苏苏跟在猴哥旁边，而苏苏并没有，我没有看到他有嘎了猴哥的动作。那么在我这，苏苏被拆走的，猪猪递了他的身份。西恩秃鹫，一般都是帮好人玩的。我觉得，既然投了票了，我怕票数不够哎。我想先出太医，然后出去。好人还有没有刀？可以刀猪猪，他的第身份过。隐身狼是吧？这是个靶。不是啊，我就看到猪猪刀了，他自己不说呀。恩姐，想不想吃猴脑？吃什么猴脑？不给他吃，吃猪脑。什么猪猪他刀人不说？不要给他吃。悲剧之前，好人带刀能不能让我吃一口？太医开了路！别刀我，刀他，刀王阿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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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出的出得去吧，过来。我啥也不知道。如果你俩上了，那就把我拘了吧。我吃了一个，我要为他一报仇。又在这发啥？你这个是，哎呀，那我就是好人进人群，这、啊、不是给捣乱的吗？那万一我们家有个警长啥的？但是步的身份，对不对？那我想想，提万一我们家有个警长啥的过去刀人去，啊、我在那儿那不添乱的吗？我大概也差不多知道，那只有具体我那，要不你威我50，我不拘你，让你提50颗，我把步。
怎么说？你威我那也刀不到你呀，那怎么刀不到呢？饭都吃不起了，你还我威你五十，你是人吗？就是警长肯定得想一想，就是你怎么不抢啊？别叭叭了，真是非人哉！别叭叭了，别叭叭了，别叭叭了。我们好我强啊！不是我，哎呦，我一下第一轮进来看到三郎都在，我好开心啊！就很久没有见到过第一轮三郎都在的情形了。我把朱大强吃了，不行，我上来就追着朱大强吃。这个朱大强真的得吃。这衣服啊，是塞不了的。哦，跟耗子不是资本家，跟他谈不拢的。下次耗子，我跟你谈五块的吧，不谈五十了，谈五块了。五块，妈，今天五块了。哦，哦，再来一把吧，再来一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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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试一把好吗？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 ，OK OK OK。该我了吧。谁？多大强？你们两个不走、啊？好多人。打。来。西安。西安。坏了，外坏了，就看到了一个西安。是西安布布还有谁来着，还有两个人，但是另外两个人我没看清。然后那个什么在那个娱乐室那个走廊那儿，然后呢突然一下布布爆开了，西恩姐，反正西恩姐得是那个坏坏，但至于另外两个人是谁我没看清，但是西恩姐铁坏。在那个娱乐室下面还有一个人我也记不清了，我报警报太快了，过出仙。 OK， 那就出仙吧，这把我在外，这把我在通讯间做那个调那个电波的任务，过通讯间。我是从实验室什么实验室娱乐室穿进去又穿出来的一张牌，我肯定没动过手，中途应该最后报警前十八岁在我边上，他应该有信息，因为我听到他喊了一个什么名字不记得了，我当时有点滑水耳朵失聪了，反正他肯定有信息过。那头先啊，一个布布死了，另外一个布布，我一开始吓我一跳，我一开始我以为变形，然后我就叫着我就跑了，然后我看猴哥往那个食堂走了，然后后来又反应过来了，那个变形没有那么早，所以我又折返回去了，然后就拍进来了。我先投先吧，我过。另一个布布不发言。我在保安室做了一个通讯的任务，进去也可以看进度条啊。然后呢，那就听一下西恩怎么说，对吧？现在已经死了四个人的情况下，那不可能是西恩一个人干的吧？猪猪肯定不开刀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苏苏报警人肯定没问题。那剩下这耗子十八 Z， 还有朱大强。他跟十八队在一起，我有理由怀疑可能是双狼过。川讲你面刀说是，这不用听大盘，豪哥你听还听他聊，我就感觉你不讲好人。但先屯姐过了。OK， 屯姐，当时太医往下，他从娱乐室上面下来了过后，他好像是在娱乐室下面，我在娱乐室左边，我头上抱了一个腿儿，突然爆开的，然后我要上去，刚走上去没几步，然后就拍进来了。啊，我离的那个我头上那个腿我能看到，但是我离他的身位大概有四个身位的样子，好吧，过。头恩姐，那你那我就裸脸伤害坏，那恩姐在我脸上刀了，可能说是刀个脸，那为什么他不刀你要上来刀？刀轰轰和王拉奇呢？为啥他跑这么远，你在下面没人看到，跑到上面，我还在上面，他直接动刀。恩姐是刀了一个链仔和耗子双刀啊。这个我不确定啊，反正就是两个同时，我记得是有两个人冲上来吧，那就是耗子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先说恩姐吧，恩姐是定狼，
在我面前叨的人。然后朱大强应该是好的，报警卫叔叔好的，初恩姐耗子出去直接叨他啊，肯定没错啊，过。西恩发言，我为什么要叨他？我他妈连环杀手指他了，我不叨他，我叨了个链子，爽过。十八加油。太爷，刚刚有耗子吗？哎，链子还能指那个链子？没有耗子吗？这人有个屁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哪有我？左下，我在左边。又不没走，出耗子，因为太医在下面，姐他不敢动的。哇，好粉呐、啊！太医，你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猴哥不是好人，猴哥什么身份？我好人带刀来，我给你一刀。活该吧你！嗯，我过。哎呀，不到我，你好人带刀，行吧？警长上脑了吧？那你能是什么刀？猴哥，猴哥是正义使者，把他拘了，好吧？要不就是正义，他刀到加拿大了，他刀到统治这个加拿大了，好吧？他要不就是正义，要不就是狼，啊，猴哥啊、哦，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他上去把统治报了，刀了，然后报警了。哎，潘妹妹，潘妹妹，过来过来。什么呀？耗子发言。嗯，谁是正义？你是正义吧？起票，过，猴哥，那你这太意思了。哎呦，懵了，还是好人局吗？朱大强，太医在发什么言？啊，朱大强，我那什么身份？他说我好人，我不懂了，你们聊吧。啊过，都过，出谁啊？我以为猴哥自爆了。那太医的发言给我整懵了。太医是那个刺客，太医是那个刺客。猴哥这样的发言，那个猴哥鹈鹕，豹子狼，这样吗？我也懵了，我过。OK， 两句有没有用完啊？我想说一下，我是秃鹫。我们先把这个付不起红包的耗子给点了过。可行。付啊。耗子你给不给红包？耗子这红包你不给一手。给。但是我出去了。你没出去。嗯哎、啊加油加油、嗯、你们打吧。啊有需要我的。啊朱大强我知道了。还有朱大强我知道了。Okay, 没提。我来救你，我保护你，我保护。算了，我不用救你，你应该自己能出来。这还用我救你吗？应该是不用了。关个灯。你先别急啊。你先别急，看一眼。我又叨着加拿大了，啊 ，EPZ 是加拿大啊，那我还有一枪，猪猪，要不背我二十，我不拘你，过。你把我拘了吧，鹈鹕还在呢。要不把他拘了？谁是鹈鹕？还在，万一他的……把我拘了吧！我料想你们两个小狼也打不过鹈鹕。这样吧，看不起你们。我弃个票，我猜一手朱大强还是苏苏，谁是鹈鹕？来，
我随便猜啊，我肯定能猜中啊。大家先别急点票，让我秀一把。你相不相信我？苏苏鹈鹕，苏大强。苏苏是鹈鹕是吧？你确定吗？男人的第六感。你别急，让我分析一波。首先，苏苏为报警位，他怎么可能是鹈鹕？他第一轮不报警的吗？他鹈鹕天天报警。我出去还拉铃呢，嗯。点兵点将。但是我建议你猜朱大强，你赶紧猜朱大强吧。谁我就选谁。谁？朱大强。呀，别呀！等会儿，我先点个票。哪去了？这儿呢。是想着我自己要。哟，牛啊！牛啊！我这一局我都没活下来。对，男人的第六感。我没有，我就怕抓住我操主反满。牛的，牛的，牛的，牛的。牛的，牛的。留着留着，不是叔叔很喜欢玩那个影，我躲起来没想到狼都在、那个、老秃鹫，深水老秃鹫，老秃鹫啊，我都不老对，安全，我深水老，我几乎不安全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谢谢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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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叔叔耗子吧，大哥，够啊，好，可以啊，够吧够吧够吧，可以，拜拜，够一把。